等等等等，这个明朝已经完了。您就把它放到高塔里去，放到明朝里去选择就得了，干嘛非得跟宫里边招人待见？我们俩是跟其他朋友是吧？我觉得断一下。都是商业力量啊，作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驱动。这个里面有个背景啊，其实为什么自然景区要复工，是因为我看到一个信息说，今年三月份开始啊，要开始评更高级的五 A 景区了。那么自然景区等于降格，降格了嘛，那就是。我就说徽州地区城西的老街，它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区，但是谁也不妨碍它是一个旅游景区，也是一种景区。看以往的一些提示板啊，一些这个古老的街道啊，一些古代的传统的景点啊，我觉得小当然我觉得也是这个也挺好。我觉得这个可能什么标签不重要，关键在游客当中心中留下什么美好的印象才是重要的。好，我们来跟您听听的海洋服务站。海洋服务站，我们来连线国家海洋预报台，有请中国之声海况分析师。你好，罗格通。你好，这位老板。